接下来是张谦的告白时间。月明，我们在一起4年了，这4年大学生活让我感觉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自从遇到了你之后，我才觉得每一天都是轻松快乐的，生活很充实。但是4年太快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异地恋，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心时刻在一起。老天给我们安排了这个阻碍，但是我不怕。虽然说咱俩现在想了，你经常跟我说你不敢想以后，但是我会经常想，我会想以后在家里给你做你爱吃的菜，然后下班之后跟你一起看电影，那种快乐的场面。可以说今天吧，在大家见证下，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新娘。我们不去想太远，但是今天我希望你能做我的新娘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